这是智能与科技的洪流，我们链接时代发展的脉搏，在数字领域的浪潮中探索。成都德兴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逐浪而生。我们以数字为支点，诠释科技与行业的深度交融。作为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和集成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德兴科技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在数字视听领域深耕拼搏，以吉祥的生命力稳步发展，用蓬勃的创新能力开拓微波能量应用领域。我们以专业所长为牵引，深度参与多项应急广播行业标准制定，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划院、广科院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同时，公司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科院各研究所、先进能源科学与技术实验室及中科大等各大研究院校嵌入合作。德兴科技产品广泛应用于全球广电单位、各地大型科学研究院校、光伏、半导体等离子清洗、薄膜沉积、科研等领域。我们始终致力于价值提升和创造。自2008年成立以来，德兴科技一直秉承自主研发、敢为人先、不断创新的理念，培养了一支高执行力、高创新力的研发团队，取得了50余项核心发明专利技术、150余项软件著作权，为产品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强大的生产能力是科技发展的坚实基础。公司自有约3万平方米的研发生产办公基地，5侯总部园区及温江园区双园区同时为生产研发赋能，先后引进多条先进的全自动贴片机生产线，并耗资千万配备100余台 RS、 KZ、 Tektronix 等品牌的国内外先进精密测量仪器，同时构建了业内领先规模的产品老化实验室。从产品研发测试、贴片生产、老化测试、质量检验、包装运输到安装调试，每一步我们都坚持以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为准线，为客户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是科技创新的源泉，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从设备到解决方案，从产品制造到系统集成服务，在持续稳步发展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设备、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和智慧应急广播系统的基础上，重点推出固态供电源、无源器件、射频电源、前端控制设备等微波能量应用设备。固态供电源频率从81.25兆赫兹到3G赫兹，输出功率从1000瓦到150千瓦可定制。无源器件类设备主要有合成器、耦合器、转换器等。射频电源输出频率13.56兆赫兹、27.12兆赫兹、40.68兆赫兹等，输出功率从1000瓦至10000瓦可定制。前端控制设备有高性能点频信号源、低电频控制系统、标准化数字控制器、标准化监控单元、射频前端等。同时，我们面向全球提供 OEM、ODM 定制服务，以德为本，用心服务。依托优质的产品，我们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被评为四川省专精特新企业、重点优势企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获得科技创新企业奖、科技创新产品奖、科技技术进步奖。公司经过多年发展，销售网络不断拓展，合作伙伴、办事处、分公司遍布全国各地。我们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产品远销欧洲、中东、北美、南美、南亚、澳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全球用户畅享数字科技生活。展望未来，德兴科技将坚持创新驱动，厚植产业沃土，立足现有业务框架，
持续加强射频微波能应用领域的拓展。我们成都德兴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行业领先的固态功率源及射频电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以德兴之名，在数字科技领域传递世界之美。